天通四郎茶，现在不是加州牌照同强制加保，就期待在国内进来进到人气的。先前屏东县从此乡有民众本天通四郎茶冲到，三现在天通四郎茶无强制加保资金下的机制，故所均可用司法程序要求创业的人安排。全身痛了对歌王，哦痛痛下痛鬼扎死我呢。先前本天通四郎茶众多的民众都建议在全城改善通，但因为措施站无理赔的原因，再加上天通四郎茶渐渐变无强制投保之影响，使得促上的民众要透过漫长的诉讼过程上涨持家的权益。都是这种可能性，是本家呢，怎么可能有财事，有的家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天通四郎茶改革传出交通事故，立法院已经来去年深夜推动修法，希望今年将天通四郎茶纳入稽查强制执行险的范围，以保障用路人的安全。目前交通部已经有针对电动自行车要做一个纳管，已经在做一个修法。那届时我们警察机关就是配合中央的法令来执行。一定要，因为现在使用的人越来越多，族群越来越多，然后我觉得这种纠纷啊会比较省事啊，大家都比较安全嘛。因为造成一个交通事故的天通四郎茶有时代下改错的嫌疑，故说屏东县交通队已经将错失的茶叶扣下来，一旦托管机关判定有改错的事实过后，将处所有人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的罚金。下届新闻陈文玲屏东报道。